农农，看一个字，还有舅舅王小石，哇，来上一个，哇，终于来直播间了。哇，你好了，哈喽，大叔你好。我以为你先说帅，原来我也是我。啊，说大叔是怎么回事？不，哎，我多有情有义，我还穿了你送我的裤子。对，然后今天把它缝好了。对啊，今天已经缝起来了。对。我说冯姐，你干嘛要？检查一下。这很奇怪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因为今天我们人有点多，所以我们的那个稍微往后一点，要有前有后。对，稍微往后一点。这样吧，我们男生在后面，我们女生往前坐吧。对对对。来来来，女生精致的妆容可以往前。来来来。来，龙哥往前。我因为常来的，就是大家都往前。大家都不知道当外人。调高一点，谢谢。好，这样坐，因为那个先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看不到你了，主播。那我要来后面站着，来这样。来。哎，这样行，我们整场直播就这样，这样比较。和谐，小两口认识多久了呀？什么钱家和？儿女双全，主机位是哪个？这个啊，好了好了，大家好，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对对对，对，谢谢水果，欢迎来到我跟舅的直播间啊，然后看我开始来笑了，因为是龙龙也是第一次直播啊，你算第一次吗？不算，知道你吧？算。那上次我们有连过麦啊？对对对，我们上次有连过麦，但是那时候讯号不太好，这是终于来到杭州了。对，上次也聊到了那个吃物出生，然后正好说，我说哎，吃物出生来了，来直播间，哎，正好就来了。哦，对。哎，你知道进那个温阳直播间要说通关密语？我知道，那个废话不多说，先抽。播来播什么播？抽什么播？先播播，我先来播一播。先来抽播奖啊！先来抽播奖啊！话不多说，先来抽播奖。那抽我们这样啊，我们今天抽十个人，六人有点多，我们抽十个人。抽十个人。抽十个人什么呢？送电影票吧。送电影票啊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签名照。签名照。我们这样吧，我就送那个电影票加签名照，好，知道吧？抽十位，然后口号打什么？是胡先生。啊，对对，口号打是胡书生。对，好的，口号打是胡书生。12月4号，我抽十位给大家，然后刚刚是胡书生刚刚新鲜签的签名照。哇哇，是陈立人的签名照，想要想要想要，好想要，我们今天附带笔记，是胡书生12月4号。然后对，然后我们截图啊，截十位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那舅来穿了棉裤，然后后来我跟他说，我们昨天特别热，你穿热热。要不开下冷气吧，我穿的还挺厚的。啊，对，我们两个蛮厚的，是吧？然后你这样不冷吗？我不冷，没有，我不冷。太可爱了，来截十位给大家。那我们来截图吧，准备十位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截。5、4、3、2、1，截。好，看一下 ，OK， 十位，来过一下，1、2、3、4。就是第一群的五位，大家过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啊，我们可以看得清楚。好，来第二群，我们也来看一下五位，这里2、3、4，好的，这里也是五位，然后我就可以过一眼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恭喜大家，就要联系2号客服把地址发过来。好嘞，好棒，我们后面聊起来了，说的在双十一买了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本。你在他的直播间聊双十一，怎么样？大家手都长出来了吧？什么叫手都长出来了？回血了吗？手都长，回血了吗？对，其实因为那个大家知道，就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啊，就是那个舅舅很熟了，农农我们也很熟，然后汉也是第一次来，但是我们对你很熟悉。我也对，我们是吧？就是我们是都相互很熟悉，但是直播间第一次，但是我们有个破冰游戏。哦，破冰游戏。对，今天游戏就是稍微低调一点，因为我怕你第一次来，怕会吓到你们。对。就平时我们舅来的时候，我们比较疯。今天的游戏的话，可能就稍微的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刚来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消息啊，说今天 VR 直播间呢混入了妖精，但是不知道附在谁的身上，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辨别妖精的法宝，什么呢？来上锅盖。等一下，就让我来辨别妖精呗。肯定不是我，我是书生哎，我是王子敬。你书生道具过来了，对，那里也不算妖精，那里是那个莲，哦，也算妖精，莲花精哦。那这样子出来了，莲花精，但不对，那你俩如果结婚的话，那你也算妖精吧？嗯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也算妖精。这个偶像包法，我现在送起来，只要是有偶像包，我就把它送给他，这就送给你。偶像包，对，好不好？怎么玩起啊？来，我们来示范一下吧，示范一下。那我们休息吧，大家这个椅子挪开啊，休息。是这样的，今天呢。
哪，我们捉妖是，今天我们捉妖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我来，因为我们今天他们第一次来，我们就不好意思，就说因为网上很多看到过这个游戏，是拿直接拿真的锅盖，哦、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拿抱枕来，所以每个人要十秒钟的时间，如果能逃过我的锅盖夹，他就身上没有妖怪，如果没有逃过被夹到，他就是妖精，然后我要被蒙眼睛，待会儿是薇娅做我这个位置，那你先闭眼，来，预备，节奏开始。吓到了！你上东吓到。这个好美人干嘛、啊？我试下，我试下。还有点难啊！这样是这样子的。是这样子的。我以为是只有这样。然后来试下，我试下。一个一会儿我加你，这个只是实验啊，你看一下实验是吧？预备，开始。啊，好简单呀、啊，庆哥、啊！是不是这样？对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这样的。对 ，Sorry， 我错了。对，对那就现在我来加。你说怎么那么累呢？越加手越没力。来，我再来。那就得说我要加龙龙，然后那个哈尼和那个舅舅。就十秒内都没被抓到的，他就不是妖精。好的。好吧，那我也不知道谁啊。要蒙眼。还有两位，哈尼的混淆的。混淆的。那我这个，那很难好意思啊。所以你要加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的，那我是随便吗？练排练练，随便随便。蒙眼，蒙眼。对，蒙眼，你说你第一次来我直接，然后一般你加多了是不是很尴尬？对，所以我可能要蹲得快一点。按一下啊！这个，然后还有女生，没事没事。妆会花。对，没事，一会儿我告诉你，我偷偷告诉你是谁。好，那么把我眼睛蒙起来是吗？眼罩，加，我现在要加狐狸精。我们直播间就有妖怪来，我们要加来，给我来一个那个眼罩，眼罩吗？他都拿了，拿眼罩。我知道他应该是这样子。那我闭眼睛。你加的时候就是您应该随意随意，你随意加，随意加。你随意加。所以看，哎，就是是不是很灵活？想加到你太难了。可以这样，眼罩过来。不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今天的任务就应该把舅舅给加里，好，他太灵活了。要不加舅舅，你猜舅舅是我们昨天那个妖怪？试下看看，妖孽。那好，那我们先决定先站上，好，对啊，可以排队嘛，来，那我就随便是吧？我们就排队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我们凯子站第一个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凯子站第一个，凯子第一个，然后那个浩浩第二个，好的，对，然后那个耶。那个丽蓉站第三个，对，然后哈尼站第四个吧，哈尼站第四个，对，好的，好了，排了第一个是吧？排了第一个 ，OK，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音乐来，先让我先让我有点那个缓冲，每个人十秒钟，加了不会疼，你加到你了吗？会掉床，这个很累，掉床很累，太重了。这个他加了这个枕头，只是变得不好用了啊！不要枕头了，狼不要枕头了。太狠了吧！不是吧，阿 Sir？ 也不
用十秒，三秒就好了。真的你跑，这个太可怕了，这个会很可怕，李白。直接就晕了，不是吧？阿瑟，那谁来试一下？我来试一下吧。试一下，你确定吗？我来试一下，没关系。紧张吗？到时候给我结一下医药费。来，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我也怕吓到，好恐怖啊！这个没有一个人吓到，真的。对，万一出事故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个我估计有点热死了。我天啊，我真的没有一个人敢。你知道这游戏玩完之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好热，这棉裤好热。你要不要换一下？好热啊！我等一下。要换什么？因为这样啊，前天我看那个你们发布会，因为今天那个李现没有来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吃过去之后，你知道我差点给剧透了，他们不让我剧透，我很想给他们剧透。你剧透了什么？就是李现在里面，你说了是不是？里面，不是，我想给大家剧透，就是一个故事。然后呢，我就想前面刚讲完，他们就让我闭嘴，别说，我要去看。啊、你看了点映了？对，我看了，提前看了。感人吗？前面说实话很搞笑，无厘头，但后面还是蛮感人的。你有发现我在哪里吗？你太让人吓着了，一会儿再聊。等一下，舅舅，你先别打岔，因为刚刚你被加到了。啊，加到了吗？对，你拿抱枕的时候，舅舅被加到了，所以我们输的人惩罚还不能逃过哦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想知道我刚加到谁了？因为加队友，所以他推了你一把。哦，加是姐，不是我。等一下，就这趴都已经过去了，我怎么还玩？那不可以，那不可以，我们惩罚都要有的。惩罚什么？什么？今天惩罚是被加到头的妖精要对着屏幕大喊一句话。我加上你的名字，我谁谁谁就是VR直播间最大的妖孽。你刚才加到谁了？哈尼加到你了吗？有没有被加到？老实说，有没有加到？有。有加到你吗？没有。他没有被加到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加到了，加了两三次。是吗？加到是吗？对。那所以说，让三个都加上我的名字。比如说，如果是我加，就是我奇儿，就是 VR 直播间最大妖孽。对着镜头是吗？对着镜头，对对对。摆出你的那个。对。啊。但是。对，就用自己的方式说。用自己的方式。这个，那就先你先来嘛，对着镜头。哇，这个镜头，来一个，这个镜头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，我就是未来直播间最大的妖孽。妖孽帅啊！好帅哦！快笑了，快笑！龙龙，你来抓我呀！龙来了，妖孽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，我是未来直播间最大妖孽。你哦，是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尼，我是VR直播间最大的妖孽。哇，眼神杀！对，眼神杀。你们看了吗？前两天他们的那个发布会，然后那个李现锁喉。锁喉。我看到你们照片是这样子的。哦。然后李现去也是有一个照片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哎，照片你把你把景切一下，来看一下那个后面。哦。看了吗？切了景，来。没看到锁喉。今天你在吗？我在，我在。来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让他这么做。切回来一下，好，切过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来到薇娅舅舅的直播间，哦，我要给你让你报仇，哦，上你线，好像哦，上你线，好像。我们特别想跟他身高一样的，哦，对，185的身高，穿了个西装，还有他代言的鞋子，哇，哇，对不对？谢哥，谢哥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想怎么做？这个不好，不好，这样不好，想找地方就这样。吓死我！你这不是锁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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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只不是锁喉那么简单，是吧？这样子吗？啊！太吓我的判断了，过耳了。你这俩锁喉的，这个。李现，对不起，这假李现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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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来去娱乐一下，娱乐一下啊！哎，今天真的太热了，拦都拦不住。对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就说到那个李现，他演的是一个男狐狸精。对，嗯，对，哎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这样算剧透啊？啊，不说啊，是个男狐狸精，然后这不算嘛，对吧？好吧。对他，男狐狸精有什么标准吗？男狐狸精有什么标准吗？嗯，标准应该会比较。腰没有，它只有一个最低的，它只有一个最低的门槛，就是只要有狐臭的都算。
啊，不，就是我说南狐狸精有，你是讲的是我要把李现，然后李现也南狐狸精，你说有狐臭都算，然后就。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就是已经有人在跃跃欲试了，哦，想要上来给大家看一下谁是VR直播间最美的男狐狸精。对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哦，就知道那个李现演了那个男狐狸精以后，然后我们那个公司内部有几个人觉得他也能演，哎，然后所以说今天趁你们三位都在，然后诺也在，然后他也在，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 PK， 然后大家在现场看直播的人也可以打字，你们选一个，好吧，哦，我们有三位，接下来有点吓人，我往这边站一点，哎，你有想过也许你跟李现互换角色呢？我是评审，不是不是，你是那个评审，我是评审，等一下我是评审，我来看你们，因为我很认识这个狐妖嘛，哦，所以标准我知道，能够来打分可以，你来选哪个最适合上拿狐狸精，你完全忽略我的话题，有没有要回答的意思？那我们改天聊，我们改天聊，因为说拿狐狸精的话，如果是真的是这些演就是演员在要站的，别是女狐狸精，哦，嗯，想要她你就漂亮的一个狐狸精，对，在拿狐狸精是吧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是莲花精，啊，嗯。啊！一会儿又剧透了啊！来，这又开始了，又在剧透，我又剧透了，又是，一会儿给你们剧透，好，一会儿并不想听剧透，来，这样，准备我们直播间一号选手是谁？一号选手，他来了，哇，你这是一个火狐吗？对，火狐，那我们站一排，你今天有什么表演？我们来。等一下，你们一会儿觉得谁好？这是一号，你觉得哪个好就哪个好。这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总共有三位，好不好？对，一号选手，你们这是谁？打几号？打几个数字啊？这是一，这是一啊。好，来，你是跳舞吗？是的。哇，来，准备音乐，小狐狸了，准备开始。这是螃蟹，螃蟹虎，螃蟹，螃蟹，我这狐狸尾巴怎么配？家里可以，对，这是一号选手，请扣一。一号选手男狐狸浩浩，来，我们二号，欢迎二号，这是狐狸吗？这是谁？会选，会选，会选狐狸。这其实狐狸跟鱼都会选。对，狐狸跟鱼。OK， 来，等一下，怎样？你离近点，给人打个招呼。猜他是谁？猜一下他是谁？猜一下他是谁？这是一个混血啊。好，你要干嘛？要跳舞吗？你们今天跳舞就。Yes。OK。这个很冷酷，我不说话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你们可以选你喜欢的，好多二出来了，二出来了，好多二哎！陈立农刚刚说，仿佛在爱上都看到男团的影子。啊！来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三号选手狐狸精出场，来，来吧，九尾狐，还要跟着音乐一起，啊！哇！还有一下情绪，哎，哪个是镜头啊？这个是镜头，不好意思，你是怎么回事？镜头在这里。三号画了白色睫毛，今天有认真打扮哎，来开始。准备，哦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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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号吧，不是几号？但你知道吗？几号？几号？名称几号？三号是吧？几号？对。有多少人的人生就葬送在薇娅的直播间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他们这个，我觉得我们这里肯定有人不服。谁不服？肯定有人不服。为什么？不服狐狸精，男狐狸精，就他演的时候没有演男狐狸精，真的一定不服。肯定的。最主要是没有让他演男狐狸精，一定不服。是，那谁呢？舅舅！你们对于舅舅有什么误解没有？没有，我没有不服。我就说啊，你本来我啊演了一个男狐狸精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直播三位其实都很优秀啊，对，而且都是这个充满了活力跟这个
这个对，但我就是三号就是非常非常努力啊，但是就是差点意思，欠缺一点。你看，你看，看来哇，还缺点意思。所以就是那个，我知道那个李现在你演的那个狐狸，它是一个尾巴这个颜色。他后面变成的特别帅，是虎，是虎，是虎，对不对？啊、是的，是的。是虎你这个变五角仙，我帮你忘记。啊，关键是这个大棉裤。大棉裤怎么了？好、啊，是我送的。对啊，对不对？这我多有情有义。冬天冷了。对啊，穿个大棉裤来。大棉裤就是怕你热。那个下次给你换一个。就是要不要换一下裤子呀、啊？还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。给我给你换两个可以吗？来自东北的有狐狸。有。啊、哦！来，音乐。狐狸有瘦的狐狸，也有胖的狐狸吗？啊！我会放这音乐。怎么样？这个音乐有难度吗？有点尴尬。哈哈哈哈哈！尴尬到转圈。哇！哇！这样没法选了，这种我本来。完胜了怎么办？啊！一会儿要，一会儿要，一会儿我们一个总共下来。没有没有。啊，还有是不是？那个什么，舅舅，他们舅舅有毒了，开始笑了。舅舅几号？舅舅就四号啊。四号。啊，现在满地已经打舅了，所以说我说舅舅，狐狸精本精。狐王，这是修炼修炼千年的狐。所以来那个狐狸把自己尾巴在身上这样抚摸，上下抚摸，商务狐狸。我跟你说，待会儿待会儿要链接了，待会儿要狐狸尾巴链接。等一下，刚才是我们的娱乐环节啊。对，我们那舅舅满衣不是衣服，满衣服把衣服把狐狸要换裤子。哦，可以。换裤子，换衣服。好，那我就换。好，那我们要先过来休息过来，然后我们要一会儿上链接了。好，等你上链接。好，跟那个直播间的宝宝们。跟薇娅你们介绍我们这部电影。好、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来是带着任务来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去换个换。好的，好的。等你回来。然后是这样的，刚才那段是我们的一个娱乐表演，别到时候他们真的以为我们里面的李现演的狐狸精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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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帅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很怕我剧透了，因为我看了整个剧情嘛。我觉得农农你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，如果让你给别人介绍这个影片的话，你该怎么简短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？其实大家不要怕剧透，因为在路演的时候有挺多东西输出的。嗯。那如果说大家怕剧透的话，我就大概讲一下。其实呢，这部剧它的主要的一个主线，嗯，就是说王子静，嗯，他是一位书生，对，他非常的贫困，嗯、对，啊、然后他的任务呢就是。他想要去进京赶考，嗯，的同时他要找到他的道然兄，嗯，也就是药性哥，对啊，然后在这个路程当中就遇到了这个白十三宪哥，嗯，然后之后他们相遇之后，宪哥想要取子敬身上的白丹，对对，然后他们的友情就这样子下去，之后他们会有什么变化，这个才是重点，嗯，然后哈尼饰演的是子敬在过程中遇到了他。一生的一个爱人，对，而且里面很惊艳，但也有很搞笑的地方，对，直接一秒破，对，就你看到那个汉丽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好惊艳啊，飞着出来的，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，然后看到他后面有个符，然后整个，对，摔的整个就是，这个不能讲了，讲的话就剧透了，就前面是一个喜剧，你看到后面是有一个很感动的一个点，然后变成了一个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一部电影，然后我们今晚等一下在直播间要上这部片子，嗯，那个农农应该你看过我直播吗？你应该看的少吧。啊，对，我买东西比较少，对吧？对，就一般就是还手办之类的啊。然后那个哈尼应该看我们直播间看比较多，对对对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上这个电影票。这个电影票是我们在四号，12月4号之前你一定要去兑换完的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兑换了。我们刚才下午就已经兑换了，是的。然后呢，12月4号之前在那个淘票票和那个支付宝里面，你买电影票会自动减去那个钱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电影票是由淘票票来补贴，所有人买的话会有一个补贴的价格，就是45块钱的电影票，我们直播间到手价格。19.9块，十九块九，嗯，你不知道是吗？价格，帮我预约几张，啊，那这个要抢的，啊，嗯，要不你一会儿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抢到，好不好？怎么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好吧，你要不一会儿拿手机来试一下能不能抢到，然后一分钱抢这个资格，就怎么买呢？你一分钱，只要你抢到了，你去购买电影票会自动减钱，就你的账号，嗯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先来一波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上？趁舅舅去那个去换裤子，我们先把链接给先上了，因为舅舅回来，我们再来看看有哎来了，来了，这么快，怎么你要不要坐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那就这样，你这样很像拍照片。那我们就把这个链接上了，付定金，然后呢，12月4号之前
到当天首映就能看到，我们现在就可以预约了，好吗？我先来一波我们的电影票，淘票票补贴，我们的《赤狐书生》由李现、陈玲珑，然后包括我们舅舅王静，还有我们汉尼克兹，我们主演的这部电影，来准备先看一波。好，倒计时，三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链接，上链接，直接拍，对。我教你一下啊，感觉很直接开是吗？哎，感觉很刺激，也是怎么样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直播，然后下面有很多链接，这个链接是我们点进去就能买的，比如说我们点进去就能买，就下架了没有了，这也卖完了。然后呢，电影票是在这里刚上来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点立即购买，买的时候完了卡了，哦，要拼网速哎，买完卖完了，没了，对，我抢到了，没有了，抢到了两张，没有了，一个 ID 只能买两张，那我的那几张呢？那你要抢啊，弟弟！哦，来可以加你动作了，是吧？要不，哎，有没有手机让龙龙抢一下试试看？我已经不是没了吗？说万一自己抢不到自己的电影票，就有点尴尬。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我问一下，问淘票还能再加第二波吗？问一下。我别问了。对，可以。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购买资格，它是那个淘票票补贴，45块以内的电影票，我们是19.9块，嗯，能买到。只要19.9块，今天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两张，因为这是淘票票补贴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这部电影，然后淘票票做了一个补贴，哦、然后呢，你是一分钱，每个 ID 用户，每个 ID 只能买两张。OK。如果你想多买的话，你可以用别的账号。哦。然后呢，一毛钱抢那个资格，只要你抢那个资格以后，你就可以兑换任意哪天，反正是12月4号之前兑换完就行。对。哎，你抢到了吗？对，我已经买好了。好。加了，快去！加了。第二波的已经全部加好了，我们的那个。然后呢，你教一下怎么去兑换。可以，嗯，好的。其实领取方式也是特别简单的，打开我们淘宝界面有点亮，我调一下亮度。打开我们淘宝的界面，来到我的里面，这里有个红包卡券，点击红包卡券，点击其他之后会进入到电影票的界面，然后就可以看到19.9可以换购资格，点击换购购票，选择你就近的场次就可以了。直播间对，电影票又没了，卖完了。再加一点吧。再加一点。我昨天跟他商量说再加点，他们说没那么多钱补贴。不是，这加有点尴尬吧？就是主演都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抢自己的票，就是没有。主演还没哎，舅舅，我发现你真的很适合砍价，是吧？真的。对。去那个对。对，加一点，你看加一点，加一点，你看主演都没学会让自己去抢自己的票。对啊，最起码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主演都还没走。主演还没走。能你说听不懂，能。No, 最后一波是吗？是的，来，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链接。一定要填写自己的手机号，在12月4号20:00。我现在填来不及了，快！手机号这里，随便填一个。啦啦啦啦啦啦是什么？没了。再加一点。你赶快！我记不得这么多东西，我还要记手机号还有地址，我不知道记哪里啊。哦，还要记手机号吗？对啊，你让不让别人帮你抢？没有了，这次真没了。嗯，这次全卖完了，我不知道多少张，十万张，那就10万张票。十万张都没有了，我只好去买40几块的。把那个没付款的踢一下。哎，非常专业，没付款。一毛钱没法踢呀、啊？一毛钱没法踢啊？对。一毛钱都付不起啊！完了，没有人付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有人没付了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办呢？就你请我看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刚刚看到我手上拿手机抢票了吗？我进去看。哎，农是你第一次演那个电影啊？啊，对。哎，你之前有去专业学过那个表演吗？还是这次？我学校的时候是戏剧科的。嗯。啊，对。然后这次第一次拍电影，在拍电影前两个月前，我宪哥跟我们 Honey 一起围读剧本，然后训练了两个月。训练两个月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那个 Honey 是很会跳舞，嗯，真的，他在那个网上有个视频很火，是，就是戴了一个那个面纱，梦敦煌，对，然后呢掉下来，回眸一笑，对，要不今天给我们再来那个再来一下，我感觉还原不了了，我们这里有个口罩，来，口罩是吧？好，来，给哥几个笑一个，什么？还要表演？什么叫哥几个？我也是哥几个，对呀、啊，魏亚哥，是魏亚哥，让他哦，就是后面这个，对，来我们放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哦，前面那个，就这一幕，好好看哦！哇！说是被上帝亲吻过的美梦，对，已经没有了，要这样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满屏幕啊！
满屏幕他们现在不关注我们在聊什么，就想要票，赶紧咱加一点点，对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加一下票，再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觉得那个哈尼今天也难得来我们直播间，要不再还原一下，好不好？回眸一下，回眸一下，我们今天是口罩，但是要前面要先有那个，那要不，要不然哥，我叫你来电，哎，我们口罩很多，对，摘下面纱，接口罩，好，接口罩，就是先。我把这椅子挪走。嗯嗯。这是吗？可以。那是这样子的，比较前面一点。先，我教你怎么做。哇！然后这口罩，抬眼笑，来。抬眼笑。对。抬眼笑一个。啊。就那种口罩啊，这么粗鲁哈。哎，我说你这样，等一下，直接来。对着镜头。对镜头。这里。抬眼笑。这里。对。对，这个。哇！有哎！现在电影票没了是吧？还能加吗？不能。已经定时了，我刚刚。还有最后一波是吗？最后一波。还有最后一波，就是吧？你看，要还有吗？薇娅就是不一样，你看我们是说没票了，他说他加一波就有。工作人员赶快帮我抢一张啊！试试看啊！对，这最后一波，因为这个只是刚才要的十万份了，然后现在是最后一波，再加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再加两百万张，就只要两百万就可以了。就是你一毛钱抢那个资格，然后呢，拍去兑换的话就十一块九，然后先教你拍，然后教你怎么兑换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波我们的赤狐书生一个 ID 限购两张，倒计时开始，在七号链接准备，五四三二一，上链接。最后一波了，再抢不到。怎么样？知道不见了？现在还有吗？就这里啊，这里怎么样？知道不见了？就没有了。怎么着没了？拍完了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刚上，现在有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拍完的话就是下架的。就你看到商品已下架，它就已经全部卖完了。现在下架了吗？然后现在是我们的刚刚所有的最后一波，这里还是可以买到的。哎，怎么我点进去就是淘票票的店铺？点进去，然后其二，我觉得这样，你先教他们一下怎么去兑换。刚刚很多时候买到怎么兑换，怎么用？买完之后要兑换的。是的，现在是一毛钱，它的资格啊，就在12月4号之前你去兑那个电影票，然后它有可能你每个人时间不一样，有的是下午看，有的是晚上看。哦，对，拍到了是吗？来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去兑换，来教一下。大家所有人可以在我的淘宝这个页面，这是我的淘宝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红包卡券这个地方，点开红包卡券，然后有一个其他，点击其他。会有一个逃票票电影票，这里点一下电影票这一栏，从这个地方去使用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打开支付宝，然后去逃票票使用，都可以，两个方法都可以。但这个剧，我在跟那个舅讲，舅舅在这部戏里面完全不是舅舅的样子，完全反正，很大胆吓我。我就是因为这样去的。我被你吓到了，我俩都被吓到了，真没吓。因为你在你最后找他那一刹那，然后看他的时候，他那一刹那我俩哦，对。没话，你们没话，你们没有在那个剧里啊，舅舅，为什么？想来的。我就是因为那样去，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去接了这个戏。你就因为跟你有反差，对？不是，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弄成这样。就你去了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是说，就是我想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做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就是做了这个尝试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，但是我们票已经全部没有了，这次是真的不能加了，所有的全部都已经卖完了，已经差不多20万份了。然后呢，今晚就是也是感谢舅舅，然后包括农农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就来，然后包括那个哈尼就没事可以常过来，以后要常来哦，常来哦，啊，以后常来，好吗？好来啊，还有发新歌也可以来哦，对，然后就舅舅你随时都可以来哦，他我不是一直都在吗？一直都在，薇娅王耀庆直播间，然后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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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我们两个还耶，好了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扫完了，一会儿，狐狸舞一会儿，来，哇，今天真的太热了。